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oro， 今天萨达小教室要来跟大家分享巧诺尼西巫神庙的位置及攻略法，地点在坐标减02060451 0021，名为战斗指导的神庙。这个神庙我觉得对所有新手萨达朋友都相当的重要，这个里面包含重要的零刻子弹时间以及盾板技巧。这一代官方非常贴心，加入了提示的系统，让大家可以更清楚知道使用时机是什么时候。虽然是这样说，但没有明显说提示在哪，这边就来跟大家解释一下，遇到敌人的时候呢，会需要进行横向跳、后空翻、盾反、蓄力攻击等四项技巧。前三项呢，都是看准时机才会触发的。在对战的时候啊，敌人的眼睛发出红光并出现提示音效的时候，就是使用时机。在这四个战斗技巧都顺利使用后，也就顺利过关啦。这个神庙呢，真的是极力新手朋友推荐，一定要来练习。好的，以上就是神庙的解题方法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如果觉得我们频道的影片不错的话，欢迎订阅我们，开启小铃铛，或是加入肉铺会员，成为肉圆来支持肉肉。如果觉得废话太多，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级感谢来支持我们哟。